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我这台车，一台皮卡，这可以越野的吧？反正也冲呀，不能深度越野，也能在这儿飘一飘，飘一飘，晃一晃，溜达溜达。喂、哎，哇，这个烟有意思。是啊，停、哦，来张定妆照。这车没有什么太多亮点，这啥东西啊？它这后面居然是空的。哎，你看着像不像那散热的？哦，风扇是吗？风扇散热的。水冷吗？对，水冷。再拍三台车。和我的主机有点像，水冷的。你这还会发光呢。对啊，大价钱，大成本的，这样装起来还贼难。当然不是我自己装的，花钱找人装。来，我尽量完成一下，待会能不能得一台车子的？哇，刚刚那个很帅。是啊，感觉很棒。停。哎，这有一个那个，没有。没有。停，正好有一个赛道。好，我们换车。换车拍照，这是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得到那台车。现在有三台车。嗯，这个道奇可以开一下。不知道道奇这个拍过没有？哇，这台车帅。嗯。拍，我觉得没拍过。不知道。嗯，挺帅的。帅帅帅，哇，它那种贝母色。对，啊、哦，拍过了。啊，什么时候拍的？可能是那个时候刚搞过来的时候拍的吧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既然开出来了。哦，它里面是有机械式的。嗯，黑白的，老的。这什么时候的车？2006年的嘛。那就不稀奇了。2006年那时候不差不多也都黑白的多吗？哇，它这种贝母色好喜欢。嗯，哎，贝母色在阳光之下，还有点带彩虹的那种。七彩的颜色，阳光彩虹，可以什么时候回归阳光彩虹？我觉得可以搞一个阳光彩虹。嗯，正好缺一个人嘛。对，阳光彩虹，让观众听不懂阳光彩虹，就是阳光，阳光的时候有个彩虹。你把它雾化掉就可以了，它就是个圆。那叫雾化吗？人化，拟人化，拟人化，那个叫妖魔化。不，我是仙族。观众已经懵了，说你，请问你玩的是什么游戏？仿佛我听过。嗯，是的。来，这张就让不行是吧？那我这几个我们是弄过的啊，宝马325这个好像拍过的。嗯，对对，98年拍过的，拍过了你还要把它按出来？看一下，行的我尝试一次。后面带个风扇的。对，我很不死心的，我拍一张啊。果然，那要不要还让他走一走？不走了。这集是这集看来是得不到的。他就是没有这么什么利用价值了。没有，也不能这样，太功利了。你为了只是得到那个来拉出来拍照，拉都拉出来了，不溜一溜？你的车太多啦。我200台车呢，我就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拉出来溜一溜，太功利了。太功利了，你家。我们缺那一台车吗？既然你都说了我车这么多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能因为这样呢？我们要满足观众，我们要有目标，我们要满足观众，观众肯定是想看的，观众想看吗？想看的扣一，赌吧，扣一，不想看的一一，不想看呢？不想看的请继续看，不想看人直接擦掉，知道吧？不想看的可以看下一期，我们会放什么车？都不想看呢？哎，这边正好找到了一个这个。也不知道完成了一个什么意义不大的。
来吧，看下一集我们有什么新车，能不能解锁那个车，这也是个看点。拜拜。